两个。你看我水无？我怀疑已经叫联合国来给保护了。他总共用了大概100万块的那个火山石块，啊，夹起来。哦，我看到你血糖过低了。一点力气都没有，全身软巴巴，你干没？啊，哎呦，我够爱困，够爱腰。真的是《大冒险家》出版以来最漂亮、最灿烂的一个日出——马拉比火山的日出。Oh my god！ 太感动，太伟大。哦，是，有层次，又有云海，又彩云呢，吼吼。Okay 啊、大冒险家继续带你深入中爪哇，到海拔2000公尺上的迪恩高原冒险。一路上，阡陌梯田、高山湖泊、地热温泉、洞窟涌泉，还有爪哇最古老寺庙的遗迹群，这里通通有。接着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伯罗浮屠草镇，欣赏没有使用任何的年纪而建造成当今世上最大以及最完整的佛教浮雕。想要实现愿望，那就得走一趟伯罗浮屠。最后凌晨12点准备攻上日惹人心目中的圣山马拉比火山。烂客啊，大冒险家头一次要挑战近3000公尺的活火山，看我们这一群人如何走走碎碎、跌跌撞撞攻上山顶，成功看到爪哇岛上最美的日出与滨海。我这里有旅游的行程、冒险的历程，只要你跟定我沈文成。哇，烂客好快吧？那就是台林顶顶中爪哇的马拉比火山，2968公尺，哦，这个3000公尺啊，这是我们即将去攻的那个终极目标。啊，没得修，坐咧等，不要紧。之前我们先暖身一下，来去起裤哦，灰灰的，别个想遐多。马拉比火山是孕育日惹的圣山，它就耸立在日惹的正东方。马拉比是爪哇文，马拉是山的意思，阿比是指火。最近一次爆发在1998年，目前仍为一座继续在冒烟的活 火山。平时马拉比火山整体的面貌虽是难得一见，我们今天很幸运的能够拍到它的全貌。啊、真的是大开眼界呢！咱知咱台湾上界有名的瓷器的做瓷器的所在，就是莺歌镇。想袂到讲因日惹吼，某一个所在，就敢那咱的莺歌同款，就遮啦。啊，鸟的那规条路2-3公里，拢是做瓷器的工厂，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大大小小的。真的是大开眼界，了不起！好，继续走。走在这个桃子村的街道上，你会发现许多具有日惹风味的桃烧，大大小小，像战卫兵似的林立在店门口。不同于巴厘岛街上那些忙碌的一品店，日惹的桃子村逛起来就比较没有压力。因为这里可以说是工厂生产线上的批发市场，卖的都是店家自己做的第一手陶制品，大部分都是国外的订单。比起其他卖陶器的地方，来产地买价格绝对是便宜很多的啦。咱家这就是那个钢顶，我看这拢做那个陶壶、陶器较侪，瓷器刚刚较少看到。那讲到这个陶壶哦。我们原住民最有名的就是桃壶，白布蛇，关啊，在盖这，人讲这家拢接受外国的订单蛮多的，所以艺术家拢比较诞生呢。就现在工人现在在这边制作，来家看下。Hello, my friend. Hello, my friend. Hey, hey, beautiful.对呀、啊，哦，这边就做肥皂的。我
What's your name? Bayan. Ah, Ba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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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Bayan. 你好，是 Bayan。Beautiful。Hello. Hello. 哦，原来就是安尼啊！啊，伊念头就是这啦。板巴古，板巴古，念啊，念头，就是念头。哦，够念的啦！哇，聪明的哇！呀 ，very good, very good.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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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How long you work here?Bajan. Adhan. 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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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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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one, I don't think it's one.陶器原本是日耳当地人日常生活的用具，只有在王室才看得到像这样华丽的陶制装饰品。但随着帝国的没落，西风东进的影响，陶器渐渐成为非常受欢迎的平民化艺术品。日耳的陶器可以说是爪哇岛上的最佳艺术代表。不论是体验景观造景用的大水盘，还是趋吉避凶的守护神，甚至是充满神奇的宗教吉祥物，应有尽有。每一件作品呢，都是大师们呕心泣血的手工创作。下次如果有机会来到这里，记得要给这里的村民好好的打气加油一番哦。大家，我今麦吼，我坐小巴，要来去一个叫做迪仰高原的所在。那这个是在中爪哇，一个非常高海拔的地方啊，在2000多公尺。我说哎呀。爱塔塔山，好，行，来 ，Let's go。迪仰高原位于日耳西北130公里处，是一片海拔大约2000公尺的高原地带。自西元8世纪以来，这片世界就是印度教的圣地，成了佛教信仰的中心。但后来回教兴起，佛教逐渐式微。这里气候凉爽，白天的气温呢也只有18度左右。沿路上梯田星罗棋布，这的美景令人忍不住想停车下来亲近它。大哥啊，这个好水不？迪仰高原啊，好一幅田园风光，青山绿水，生活在这里一定非常的惬意。阿爹讲你呢，良田千亩。啊，沿着这个火山的山坡一层一层这样上去，刚真正是梯田呢，好壮观啊！你家这个是鱼米之乡，来对啊！我来看因呢农民伫啊安怎种作，看因种啥物件，行来去 ，Let's go。阿杰，我跟你讲吼，这个上界有名火山的土啦。对了，我看到嘣，对啊，我看到哦，你看一件，一件火山哦，要透气的，告诉也非常的肥沃，只有那个火山形成的土壤哦，种什么哈、哦，农作物啊，收成都特别好，尤其是种咖啡哦，你啊这边海拔都差不多2000公尺左右了，种咖啡是一级棒。像在除了歪西啦、新几内亚啦，我阿哥家、迪仰家，我看拢边拢围了咖啡园足济，在咖啡吼，那个风味绝佳。你看蓝山都是海拔2000公尺，蓝山咖啡极品的蓝山咖啡豆都是2000公尺。我看一家呢，一流咖啡，一流咖啡哦，真正水。啊，另外农民啊呢。就快乐，这个差不多在50年前、哦、我们台湾的农村也是这种生活啊。啊呢，像我家我冇种几分地啊，迄落田啊。啊，我若开始咧要种的时阵，啊，因咧边个要拔白的迄拔好吼，就派人来阮斗三工。啊，因换因的时阵，换阮去个斗三工呢，就轮工啊。Hello。哦，那个，这
哟，你讲要签字啊？啊，要签字。哎，哈哈哈哈哈！都是上边的呢，茶龙哥。哇！让给阿赞呐！哎，谁？让给阿赞呐！对，让给阿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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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低原高原位于马拉比火山的东边，位于一个巨大火山口的上面，四周还有好几座火山，虽然仍有可能再度爆发，但火山周围的部落人家却不愿意搬离这里，因为还有火山灰的土质，种植农作物最好啦。而低原高原也因为这种地形和气候的缘故，大多种植马铃薯和高冷蔬菜，品质特别优良。亮亮好快不？你这个角度看过无同，但是白水，那个新罗罗火山呐、啊，真的是如诗如画哈、哦，人间仙境啊！低原高原真的是世外桃源，漂亮。四周围绕着火山的低原高原村落。仿佛就像一处远离尘嚣的世外桃花源，这里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一片古代曾经被祈祷过的土地上，荡漾着一种宛如天界的神秘色彩。在平静的地底下，据说还有着很多地热活动在蠢蠢欲动。兰哥，这个所在就是低原高原里面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或者特雷加瓦纳，就是讲一个湖啦。特雷加就是湖，瓦纳就是岩面，就敢那个有颜色安尼就对。啊，人家当地人说做三色湖，啥啦？你看这哦，这有白白所在，那边搁青青，啊，这嘛日头呐，搁照就发发金安尼。啊，今天没有太阳，所以只有两个颜色。开这个所在呢，你会闻到一股很浓的硫磺味道。我们知道有火山的地区呢，就有很多地热，有地热的地方就很多硫磺，啊，加温泉，没错，伊这爆出来就是拢硫磺啊，硫磺味道啊，了啊，改弄个安尼罗罗白白安尼。这个三色湖属于火山口湖，据当地人说，以前湖面上有着五颜六色，因为地热的活动越来越频繁。硫磺出气孔范围也越来越广，走在湖边，不时可以看到湖面上充满各种硫磺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硫磺味。哦，太大片了，兄弟！这是我们那个低原高原吼，那边接地热谷，五行那里马槽哦，当地人都不敢靠近了，他们认为这个硫磺气有毒啊。啊，所以讲保持较足清气，安尼不用利用哦。遐个煮了温泉蛋，啊，咱过去迄边个中央来看卖下，好，今日出。人客不便利，在这个吸气地热的底下，你隐约可以听到地下浮流的流动声，那就是地底温泉。哇，太令人震撼了！另外，这里的天然气产量非常大，当地的居民甚至有接管子加以利用，可见低原高原的地热与居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Oh my god！ 人家看不？敢那卖的滚 ？Oh my god！ Very good！ Oh my god！ 我的天哪、啊，卖的滚！你看，很猛！天哪、啊，这个温度多高啊！就这种所在哦，哪里咱遐哦？哦。对人就三两来只煮啊，温泉煮蛋。我记会记去，宜兰有一个地热，可用铝箔包哦，铝箔包来地拢堆咯，什么鸡啊，吊扇，挂伫遮，飞机啊，弄落去，三分钟全熟。汤鲜味美，哦，这种原汁的汤啊，陈年的原汤，原汁原味。
看完奇特的地热景观，听说在三色湖的中间半岛上还有几个十分神秘的洞窟，据说可以看到修行者的遗迹和一口甘甜无比的天然水井，有被附近的硫磺和温泉，但想要找到这些洞窟必须请当地的警卫带路才行。跟着宰德亚的阿舍开始一段不可思议的旅程。Alhamdulillah rabbil alamin arrahmanirrahim kemudian yang ana pulih yang ana tang ning nak sura tong sagin sira to lai dengan tang oi oh ko tong ni ni yo si la tong gang kuan no de ni kan jin jian ai xian xian ka zai bai ji ai xia zi de dio la wa ha de ti kui ji ma kai ji kui kui oh wa de wei kang a即安尼甲保存掉的吼，安尼固定卖红，随便入去。所以里面是可见哦，这个防空真正有来历。开门，那可以进去吗？可以。可以。伊讲会使让咱入去。瞧一下，修行人的洞天福地。哎呦，真的是一应俱全呢，长球啊。还有那个枕头，还有蜡烛，哇，里面蛮干燥的。阿伯用了这个地下水，潜水的那个地，这就是他们那个一个修道士哦，底下修行所在。然后是印度教，又有融合佛教的东西。进去那个那边看个仔细一下，就拍起来。啊，开始开始。哦，里面蛮干燥的。哇，你看这个大姐跟你讲，哦，拢困到乌乌的。听说在这边修行的人修了很久了，这变成他们的那个神迹在这里面，所以那个欧利桑博阿杰嘛，印度阿杰阿三嘛，因为就是啊，跟我原住民同款，拢有巴厘舍都念一挂真言咒语啊，啊伊佫讲着台湾。可能甲报备啦，讲有台湾的朋友来这要参观，吼、哦，拍摄啊，交了方便者。所以他对这个地方是蛮崇敬的。哦，来去，谢谢，帮我。OK 了，啊，满足了好奇心。这个大约只能窝着一个人的修行者洞穴，据说印尼第一任总统在选举的时候曾经进去待过一天，结果愿望实现当选总统。从此以后，一到了选举期间，就会有很多候选人特地跑到这个修行者的洞穴来许愿，姑且不论是否来过的人都会当选。印尼人相信这个洞天福地确实有灵气。加过另外一个坑啊，这差不多一个啦啊，这打坐的，这是，对对对，哦，这是，我袂歹呢，加速师，伫这家真正会当究竟涅槃，哦，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会 得到大智慧哦，嗯，听说还有另外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是什么东西？等一下问他。哦 ，OK，Let's go。
那个我拄只讲迄个讲，要带大家来看一个神奇的所在，就是一口一口迄个泉水啦。足奇怪哦，你看咱拄只看迄拢是迄个硫磺水，无规窟安尼无规片安尼，哦，拢臭到个我袂话者。可是就在这个中间那个岛里面呢，就有那个弟弟那个涌泉啊，干净。听说这是圣泉呢，然后有病治病啊，女孩子洗脸的时候得泡泡浴明明。OK， 有啊，有啊，有。爹，硫磺池中澳是一窟独一无二。人家真正我那我咧讲有来历，没错，真正是有来历兼有实力。没想到在充满硫磺的三四湖中间的半岛洞穴里，还有一口如此清澈甘甜无比的天然水井。从地底下涌出的泉水，提供给以前在这里修行的人饮用，仿佛圣水一般的可贵，忍不住让人喝了还想再多喝几口。哦，好厉害，仔，我真正真无菜，这个是很不简单的。听说是前早啊最老的那个佛教印度教遗迹啦。一旦中大家佛教很兴盛的时候，印度教兴盛的时候啊，去盖这类似这种那个石塔啊，了回教几百了哇啊，准这啊那渐渐的去回教徒啊个空荡山。听说这里不错，我说你要许愿的时候可以绕三圈，哦，还有黑吉阿关的，听说蛮灵的，会实现的，要去看看。一圈，一圈了哈。南宫星辰之旅。过去那也在哈，哦，两圈，哦，两圈了，第三圈喽。OK， 哪个？第一个完成啊。愿也许了，别怎样嘛。第一个愿望就是我们国家呢，国运昌隆。啊，第二就是我们大冒险家，希望今年能够得到金钟奖。第三个是我家己啦，唱片大红大紫大卖，耶 ，Go！Thank you.
车，要来去看庙，这个庙吼相当有来历，这世界级的那个资产呢，叫婆罗浮屠。婆罗浮屠，婆罗浮屠，圣造七级浮屠都塌了，都塌。哇，一边啊，泥一样的遗迹。来到日惹，除了一定要看婆罗巴难之外，七大奇迹之一的婆罗浮屠绝对是不能错过，因为范围很大，加上天气炎热，我选择了坐当地的马车，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日惹风情。从停车场直接坐到婆罗浮屠塔下，进入大门口，沿着石阶而上，眼前呈现出一片片石群压迫过来，在蓝天的背景下，婆罗浮屠展现出它傲人壮观的一面，让我产生一种置身于精美浮雕森林之中的感觉，实在是美呆了。哇，三哥，你看有水无？无怪伊已经叫联合国来甲保护了。这真的是一种，那是艺术的杰作呢，那是文化的资产呢。今天我那因。因的国宝之一啦，这规模大到什么程度吼？我大约甲各位报告者，它总共用了大概100万块的那个火山石块，啊，贴起来。啊了呢，伊这顶管你有看迄种佛像无？浮雕啊，拢总差不多2000几个。它哦曾经埋在土里面1000年，在1885年的时候吼。叫一个外国人、英国人，甲发现到，要慢慢给我挖出来，消失在这个人间1000年呢。嗯，真正是有来历。印尼国宝婆罗浮屠建于公元8世纪，公分七层，描述佛教的七种境界。石壁上雕刻着佛陀的故事，栩栩如生，是当今世上最大型以及最完整的佛教浮雕。与火山爆发和战争对佛塔造成了不少伤害，所以佛塔内有些地方已经被破坏了。据说佛塔仍有一层留在地底下面，因为担心再向下挖掘有可能因为地形不稳而倒塌，所以没有把最后一层给挖出来。这是一座充满谜团的遗迹，其规模精致、庄严华丽，从墙上的浮雕就可以略窥8、9世纪的爪哇世界。人家，你看这种艺术不？这真正是有来历的。这听讲哦，就是讲哦，伊这有分三层，啊，第一层32个，第二层呢24个，第三层呢16个，加起来拢总72个。听讲人心的72种变化，啊，你要每一种变化，你都要把它镇压住，你修行哦，才会就近的对了。啊，听讲那边要有一口井哦，足灵的，你甲摸咧吼，啊，甲许愿，听说哦会实现哦。啊，安尼我上需要的，行，来去。这72尊道中型的印度佛塔有规则的并列着，由石块叠成镂空状，里面安置的佛像若隐若现。据说把手伸进镂空的格子里，如果能够触摸到佛像的话，就能心想事成哦。哦，人家，内底有才一身粉，听讲啊，摸伊的手、手掌。他那绑袂着，就绑伊肩膀，两行你也绑一行就对了。最好是能摸到那个手掌心，可是要看很难。我这脚底、手底，可能较吃亏哦。OK， no， no touch， 你咪 try， I try。
Oh my god! Oh no! 望袂到啊！我都就太白哦。你望到别人的手？哦、oh, ，no no no no， 我都啊，放弃。可是我有摸到那个他的我的肩膀了，哈、哦，因为划口的掉了。啊，抱歉抱歉，不必，我爱我不得行。我逐期拢会签哈、哦，谢谢。好，来去看宝塔 ，Let's go。波罗夫都曾经因为恐怖分子的活动，在这里放置了好几颗的炸弹。在当时，只有这个位于东方楼梯上来的这个印度佛塔里还存有一颗未爆弹。当地居民因此相信这座佛塔里的佛像有灵性，于是争相来这里许愿，男的摸肩膀和手掌，女的摸膝盖跟脚掌，据说很多人实现愿望哦。哪里啊？真正是因缘殊胜的，在当看到这佛教的圣地，你要看东车西。动用多少时间跟人力，爱将贴到这个宝塔起来，伊这拢用迄个马拉地火山那个冷却掉的火山岩哦，一块一块甲拆好势，啊贴起，拢无用到半边空柜，啊，啊来刻了那么多的艺术作品，真正伟大。哪天有看有波比，是不是？建造波罗夫都的石块高度底部统一为23公分，虽然有些石块的造型宽窄无一，但叠砌的时候都没有使用任何的年纪。对于建造超高大厦的现代人来说，1000多年以前使用的这种施工法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难怪波罗夫都会以吴哥窟起名，同时被誉为全世界7大奇景之一。到达阶梯的尽头，抬头仰望中心的极乐世界大佛塔，似乎一切都朝向天空释放的感觉。到波罗夫都朝圣的人，心灵上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感恩啊！I say something to our people, my audience. Okay, just a minute. Wait a second. 让给啊！伟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现在现处时是咱中原标准时间12:30，破纪录。12:30就开始要爬山，毕竟这是有来这个火山，叫做马拉比火山，无介悬啦，要3000尔。但是哦，是安怎讲创纪录呢？因为我这辈子爬的最高的距离是1000呐，那这要一天啊，这个要带起来，要往生，这届要1200公尺啦。我头感冒的时候，才喘了一下。啊 ，Mr. Nono， 在咱台湾，伊要叫侬啦，但是咱太急啊。Nono，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the volcano, the top of the volcano crater?、Mm, 4 hours till the top. 4 hours. Yeah. Your local time. Local guide time. Local time. 伊讲哦，在地啊，伊讲4点钟啊，听无？人家。原住民的时间4个小时，一般我们来讲 ，are the tourists the double, right? 嗯、it's more speed than local people. We cannot more speed. 嗯、because we have a camera. We have the stand.、嗯、we have battery. We have water. Okay. And chocolate. our dinner, our lunch. Okay. Okay. Also, I have nothing to say no more because we have to take a very good care of ourselves.、Mm. Just good luck. Okay. Oh, okay, okay. 啊，哈，交代好者，我就先去出发啦吼。Okay, 咱准备好无？准备好。大冒险家 OK 了吗 ？OK. Okay, one, two, three, four, show time. Okay. One, two, three, show time. 其实一开始在计划要爬马拉比火山的同时，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因为马拉比是座活 火山，据说路途险恶，所以没有一个华人向导愿意带我们上去。最后只好请当地人
马拉比恶名昭彰的程度可想而知。I want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How often you climb the volcano, Marapi? Sometimes, four times in a month. Oh, four times in a month. And sometimes? Two times a week. Two times a week? Yes. Oh, today by two times. Okay. So you're professional? Huh? Yes. Hey, that means Tell me, have someone from Taiwan for you to climb the... No,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So, that's my honor. Thank you. He said, I'm not going to climb this Marapi volcano. You know, my home located the Tamarica Peak in Taiwan. Tamarica Peak. Yeah, my hometown.And that's why in Taiwan it gets there. So, no one from Taiwan, right? Oh, he's young. Ah, Hong is in there, Mama. Ah, Hong is not easy. This guy, I'm going to go to Taiwan. Really, I'm going to go to Taiwan. I'm going to go to Marapi volcano. He's going to go to the top. Because the distance is 1,200 meters. We're going to climb 1,200 meters.1,200 meters. Oh. No. Okay. Don't worry about it. You'll be able to do it. Don't worry about it. Hey, just a second. Why you put the sock on your feet, on your shoes? My sock is a little bit hungry, so I have to put this. Why? This is what it means. I don't understand. It's a pocket. Oh.没有。OK，哎，是。哦，伊讲伊个啊，甲腰啦，嘴开啦，拢要食物件啦。哦。开口笑。Yes. I haven't know yet. Are you sure he doesn't make it? He can make it? Yeah. No. This is the first time. Oh, first time.你看，伊那只啊，伊那只迄啰八面，八面滴滴笑。OK， 对 ，That that's very nice. Oh, I learn it. I already learn it. Okay. 我讲是专家呢，专家想的嘛是讲，嘛只啰撇步。Yeah, very good. Okay. 浪客啊，看到这些带我们上山的原住民向导。让我忍不住想起远在台湾的那些同胞，对他们而言，穿着夹脚拖鞋就可以轻松上山，因为马拉比火山简直就是他们家的奥山。那我们这些外地来的人呢，最好还是要充分的准备才行。连夜要陡上1,200公尺的火山，对我而言是一项纪录，很多被改变。No, what time the sunrise? 5:30.5:45 sometimes. Oh, 大家有听了？因这火山的日出哦，讲是5:00啦。啊，因为咱的台湾呢，时间哦只差一点钟，所以阮必须要提早出，尤其是阮个早卡咪啦，阮过来挂翕的，啊要拼接日出吼，马拉比的日出，所以没有办法，12:30就出发了。是啊，这是我一生的记录呢。哇，人家哎呀，我们家就为了这桩呢，发现了，变啊，很累呢。我尽量啦，我不太有把握。啊，我不要讲。你看12:30出发，现在已经快2点了，才走1/10。啊 ，OK，keep going，carry on。人客啊，真正一路拢是50-60度的陡坡。导游弄了告诉我，其实要登上马拉比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南边，距离比较短，但因为沿途悬崖峭壁更陡，比较危险；另外一条是我们从北边走的这一条，虽然是比较远，但安全一点。Oh, Sir Sam, we take a rest here. Oh, can I? Yeah. Oh, my God.
Very tight. Yeah. Oh, thank you. Thank you. 休息一下。哦。这是休息站啦。哦。这休息站 ，take a rest. Okay. 杨梅。又过了。Take a rest.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Oh, charming girl. Yeah. Your sister. Oh, a prime mountain. Yes. Oh, just show the girl, be fine. Got your 精神, huh? Very good, young man. You are uncle. Yes. Yeah. We call you. Guagaron. Your children? Kotomo?Kotomo. Kot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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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群跟着我们一起上山的登山向导，原来都是一家人。他们从小就住在马来比火山底下，一路上我们走走停停，说说笑笑，上山前的紧张与不安早就被我踢到山脚下去了，让我更有信心的完成这趟攻火山的任务。只不过没睡觉就来爬火山，任谁也赶不走瞌睡虫。Let's go, Mr. Sen. What? Let's go. Okay, okay, okay. 麦克注意了，好了，哦，人家啊，我这无困，那个都爬山，才够忝的。嗯。几点？嗯，三点。Okay, okay, okay, okay.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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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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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Let's go. Oh. 喂，不会吧？人家练，我这开始练，人开始在报名了。喂 ，Ladies and gentlemen， 阿虎啊，你要变样喽？嗯。进来啦。喂。哦。阿红，小心！哦。人家练啊，练阮阿叔吼，这勇者嘛。嘛叫打败，我咧阿咧迷咧。困到偌舒适，因徛咧嘛当困，坐徛咧个屁。阿哥，我哩怎？我哩怎回家？哎呀呀！嗯回家，回家是那边，OK。哈哈哈哈哇！甜，甜，甜，you want to tell me? You know what it means? Tam. Yeah, yum. Tam. You say tam. Yeah, yum. Tam. Tam. Oh, tam. 四点十五呢？啊，咱从十一点十五开始爬。十一点，一、两、三、四，四点钟啊嘞！妈呀，安尼敢会赴啊？哇，不太妙，大事不妙咯！那要安怎？我看安尼，咱真正安尼虚咧咧。哦，我感觉咧，血糖过低无？对啊。哦，一点力气都没有，全身软趴趴，你敢袂？啊，会哦。我搁爱困，搁爱枵啊。边看啦，功劳拿出来啦，就尽量咯，精神拿出来啦，那边改变，吼，卖一句话，加两杯，再困，眼睛都睁不开，索然焦然，四肢无力，两眼昏花，不会吧，被打败了，打败了。人客啊，所以讲不是阮咧闹亏尔呢，你也看，人在底下破团嘛是多贵咯呢，所以阿坤呢，你也看，所以咱袂见笑啦咯，啊，嘛是拢咧困呢，嘛是爱补眠咯，哦，这唔这是好多人生，哦，行到倒会困到倒会 ，My friend。My friend, yeah. Wake up, wake up. Okay.
OK。哦，可能等我等首歌 OK。Have a nice dream. Have a nice dream. Beautiful dream. A girl. Bimbinda. Bangun tidur. Oh, duduk duduk. Hey. Wake up. Wake up. Wake up. Yeah. Ayo. Oh, he mau lah. Hey, wake up. Nah, bonge, bonge, bonge. Biao eh, biao eh, eh.姐姐你嘛在睡着，啊，姐姐 ，Hello 姐姐 ，Hello 姐姐 ，Nice day， 哎，谁要帮我背单吗 ？OK， wake up， wake up， stand up， go， let's go， 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 ，go go go， 哈哈哈哈哈哈，我靠靠，简直了，可以说真正，卖力，you say。派人，杰克人，派人，杰克人，让给啊，派人，杰克人 ，no no， 你反吗？让给啊，派人，派给坏人，让给啊，让给啊，派人，坏人，派，派，派人，派人，哦，让给啊，派人，让给坏人，我们每爬一个小时就在路旁睡一下，因为到了最后实在太累了，才走个20公尺就倒下了。但为了避免延误到行程，我们每个人都只能小憩一番，在互相的监督下鼓励对方起床，再继续往上爬。但天色渐亮，我叫大伙必须加快脚步才行，不然就拍不到日出喽。啊，我的天！Look sunrise, where? Yes. Oh, 人家，开始要出日头。今麦我你看六点，准时六点，到六点，现在就五点了。OK, we see here. And watch the sunrise, OK? Andres. Yeah, Andres. OK. Oh, take a rest. Yeah. Oh, Andres, 休困一下，来看一日头出来。哦，马拉比的日出，马拉比火山的日出。我们又创造纪录了，真的，日出真的是很珍贵，很值得，得来不易。OK， 啊 ，sit down， 哎 ，come on，come on， 啊 ，Oh my god， 哦 ，Oh yeah。等待的时刻终于来临了，我们顺利赶在日出之前到达山顶。虽然每个人都一脸疲惫的样子，但内心期待的那种兴奋感，我想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一路上走走睡睡，不知不觉中也忘却了脚痛，懵懵懂懂中也无视于峭壁的惊险，跌跌撞撞一路走来，心中只想赶快攻上山顶。还好我们终于赶到了爪哇岛的日出，正等着我们利用摄影机捕捉它最美丽的一面。兰克啊，兰克啊，哦，这一刻真是有够感动了。呀，真的是大帽警察出班以来最漂亮、最灿烂的一个日出，马拉比火山的日出。Oh my god， 太感动，太伟大。倒是有层次，又有云海，又彩，又彩云呢。Perfect， 没话讲啊，值得啦啊！这个爪哇岛上的日出果然得之不易，还好老天爷也很帮忙，没有下雨，让我们能够顺利到达马拉比火山山顶看到日出。大冒险家看过大大小小不同的日出，但今天在马拉比火山看到的日出是我看过中最美的一个。太美，真的是 光芒万丈啊！所以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啦啊！哦，不过那呢吼，很多弟弟迫降。开路，结果嘛是甲你遇到安尼，是有交代啦，好人客啊，拜托甲阮听啦，甲阮支持一下啊。
除了火红的太阳，远处层层波涛般的云海更加衬托出它耀眼的光芒，为这日出增色不少，真的是美呆了。神前不一的红似乎是完美比例的展现。当太阳从云彩之中慢慢升起，日光渐强，此时的爪哇岛正是在由寂静中苏醒，大地正蠢蠢欲动着。啊，人家啊，你看这粒日出有水无？哦，啊，即马火山就伫遐啦。人讲吼，白纸堪干土，更进一步。你看安尼哦，近在咫尺，但是吼、哦，听讲吼、哦，对这到遐过点通钟啊呢，上歪点半钟，叫因的路停啦。啊，阮就变看卖啦。阮到这来吼、哦，已经是差不多啦。啊，体力消耗快光了。OK， 继续攻吧，攻到哪里算哪里。Let's go！ 我们那快乐 ，Goodbye， 我的爱。我们那 Paradise， 何日再回来？欣赏完日出，我们这趟马拉比火山之旅可还没结束，因为必须攻上马拉比的火山口才算完成整个攻顶任务。但想到要到火山口底下的路程，仍旧是爬不完的石头陡坡，既然刚来到家，马来比火山口就近在眼前了，这不该拼死落开哦。停停，用吊车吊车 ，logo 的 logo， 哦，迫降的迫降，迄姿势偌歹看嘞，足狼狈。但是我们终于还是到了，对不对？是不是啊？啊，不是 ，Yes， Yes， 啊、oh, ，Yes， OK， Yes， Right， So， this is your volcano， your secret mountain， secret mountain， Marabit， Marabit。Volcano. Yeah, 真是。方面，因为压力工作，当初就没到。哦。This mountain, watching him grow up. 可能因为压力方面，太累了。哦。So, your guide. Yeah. This mountain. Oh. So he was proud. You're very proud, right? That's my guy. Oh, so guide the tourists to come to see your mountain. Yeah. Hmm?Yeah. 伊讲足欢喜哦，足光荣的吼，讲啊，带大家来看因的母山，因的圣山就对了。So it's real beautiful. Number one. Yes. Yeah. Number one. 伊只看这条山四十公里，这条山看一大。哦。看着依然冒着白烟的马拉比火山口，我的内心正在欢呼着，因为我又再度成功挑战自己，成功了。第一次攻上近3000公尺高的活火山，马拉比这座日惹人心目中的圣山，的确令我打从心底敬畏它。这绝对是一趟在我生命之中让我永生难忘的历程。看看，不快吧？这个就是马拉比火山，这次来日惹吼出瓦更的终极目标，真正不简单，在我的人生岁月里面。又添了一个记录，大概你有看哦，我沿路起来啊，只要激战袂掉。最可怕的是什么？我唔是叫体力怕白，常常爱困醒哦，直直咧搞骚扰哦，搞折磨。
啊，哪翕哪困哪行哪倒哪退，结果嘛是磕起来啦，人客啊！啊，这到底是啥物情？我实在想不惯，大家都讲我们竟然这样子的情形还能到得了？本来我若伫山脚嘛是到半路时，我就讲啊无啥把握嘞，没有想到真的到山顶，给大家拍到这个马拉比火山的日出，真叫伟大，这一辈子永远难忘，真叫。也是要谢谢老天爷赏脸了，我们终于办到了，了不起！我的弟兄们辛苦了。在一趟中爪哇之旅，深入爪哇文化的发祥地日惹，那位利用保德平的口技艺人令我印象深刻。动物市场内各种珍禽异兽，还有辛苦卖蚂蚁的妈妈，还有吃蚂蚁的小姐，全都让我大开眼界。而全印尼最美的印度庙普罗巴那里的洛罗公主，体验高原上的地热美景，以及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婆罗浮屠，还有终极目标摩拉比火山。大自然巧夺天空的神秘力量，队友们团队合作的那份情谊，这些都是我这次印尼最大的收获。神秘的古都风情，美丽的爪哇日出，走一趟日惹，保证绝对值回票价。